树刷这一次的第一集，我们看一下最树可以到多少。我觉得这队可以，应该可以三分钟吧，三分钟左右应该是可以拼拼看的。第一关跳起来，海豚，我就叫他海豚。海豚跳起来之后就直接开，然后带走敌人就好了，转个巫术就行了。他的血量没有很高。SOP 很多的石头跟体力，对啊，我每次拍树刷队都是花很多石头跟体力啊，还有精神。对，开这个加这个加这个，好。可以，第一次不能反驳。这边通常会把两回合带走，然后来到第二阶段，开上日月狼的第二技能就行了。海豚表示，海豚干嘛无言啦？第三关这边开灵子，然后做全体的攻击伤害。我们刚才时间应该是卡在这里比较多，因为没有做到全体伤害的话，就会在这边卡比较久的时间。有做到就直接带走了。那接着来到第四关这边洗技能，一康一康洗就好了。好，开伯安娜加这个吸血。吸血啊，各位，我们是吸血的民族。SOP 找神天象，这不用吧？这打法大家可以都看在眼里，好不好？就是超猛的打法，不用神天降啦。来看一下最快到底可以多少时间呢？过去刚好，接着就是我们的海豚，又来海豚。海豚，海豚，海豚加油！我们帮大家帮我们的海豚加油。是吧？不洗技能的还是要洗啦，还是要洗啦。好，王冠。这边我要一开始就打他，他真的太过分了。他每次都会更新，每次都更新我，我真的快疯掉了。OK， 更新的很棒呢。其实这没有更新啊，他才打一半而已，所以要花两回合带走才行呢。好，伯安娜怎么没跳啊？那我洗一回合好了。伯安娜跳了，最后再开上日月狼，然后就把他给带走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哇，没装好，但是还是过了。树刷对，提供给大家打法，我觉得真的很树刷。SOP 就这样，好不好？我们该教的都教给大家了，怎么树刷就是你的手跟你的精神了，好不好？这队真的很稳，很树刷，手要快一点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临时通关。